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菲拉代言人蔡徐坤先生。刚才蔡徐坤的出场方式真的是帅炸了，对不对？我们也留一些时间给到现场的媒体老师来给蔡徐坤合影留念。听见潮流，看见音乐，欢迎各位来宾朋友们和媒体老师们莅临 Fila Fusion 超感自由派对的活动现场。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潮艺文，欢迎蔡徐坤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跟我们所有的来宾朋友们问声好吧。大家好，我是 Fila 品牌代言人蔡徐坤。那相信在场的各位刚才已经被我们的超感盛宴所震撼了，同时我们也见证了 Fila Fusion 和 Marcelo Blon 的联名新品的隆重发布。那么作为品牌的代言人，你觉得这次联名的新品是你潮流的 pick 之选吗？啊，那是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欣赏 Marcelo Blon 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时尚先锋，而且非常的艺术，对，所以本身就在我的私服的 pick 当中，所以这一次的联名对我来说是非常惊喜。那看来蔡徐坤对我们这一次的联名新品的评价非常的高，那你个人而言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大家刚刚应该有看到，哎，包括这边也有，就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一次在拍摄的广告的时候选择这个蓝音符的这个同样的是联名款。眼光十分的独到，在被你清点过之后，我相信这一款会成为我们的爆款预定了。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Fila Fusion 这一系列新品的设计新颖之外呢，品牌一定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考量，比如为什么选择 Marcelo Blon 作为今年最重磅的联名来推出呢？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Fila Fusion 品牌总经理 Steve Zhou 先生，掌声欢迎 Steve。 Hello。Hello. Steve 来了以后也是要有请你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讲一讲这一次联名新款的一些理念啊。但是在这之前先跟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问声好吧。Hello, 大家 I'm Steve, Fila Fusion General Manager, and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参加 Fila Fusion 跟 Marcelo Blon 的 Collaboration Launching Party,谢谢大家。Fila Fusion 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运动潮流品牌，跟 Marcelo Blon 一样，一个血统都是意大利的品牌，意大利的一个设计元素都是比较夸张，非常夸张，还有很多元素，还有非常注重一个灵感 feeling, 所以这次我们的新品当中都体现了这种新的跨界的一个设计的元素，希望今天大家enjoy today 的 party。本身 Marcelo Blon 本身是一个 DJ, 还有国际性的一个顶级的设计师，他也很想来在上海 Master 举办了我们的 launching show, 他也很想来，但由于疫情的原因他本身是不能来，所以他特制做了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这次 Fila Fusion 跟 Marcelo Blon 的跨界合作商品的一个设计灵感，大家请看屏幕。来，让我们全场一起聚焦大屏幕，我们也移步台的左侧。 What's abstract is that?来，让我们一起来回到舞台的中央，有请两位。刚才看到了一段非常有态度的表达，正如视频里面我们此次的联名款设计师 Marcelo Blon, 他把自己不同的身份经历 DJ 和服装设计师这两重身份融入到了他的设计当中，但其实融合与碰撞也正巧贴合了刚才 Steve 你所说的 Fila Fusion 非常重要的品牌理念，对吗？对，没错，就是 Fila Fusion, 就是我们是每次做一个不同的品牌，不同的 artist, 不同的 IP, 不同的设计师，都是做一直做跨界，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新的东西给大家体验，新的 trend, 最潮的产品。所以这次 Marcelo Blon 的跨界合作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不同的文化融入在一起的一个设计理念。 OK,大家
Enjoy today's party. 谢谢。是的，非常感谢 Steve，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我们今晚的派对。那么刚才 Steve 也是说到了多元融合、时尚实业、不同探索、不停的去探索新的一些可能性。那么相信蔡徐坤也会有所共鸣。我们都知道蔡徐坤是一名音乐创作人，尤其在最近是指导了自己的新歌《迷》的一个 MV， 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怎么会想到以这样的形式去探索自己对音乐更多的一些想法呢？像刚刚太提到了，就是融合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更多的能够让音乐本身被不仅仅是被听见，也被看见，就像Feel Efficient 的精神一样，是比较能够更加立体的去展现出来我们的品味和态度吧，我觉得。就像刚才蔡徐坤所说的，音乐能够被看到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种。那接下来想在现场邀请两位，借助音乐的灵感，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超感自由派对创造一件独一无二的潮流作品。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神秘道具。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了两件白色的 T 恤，还准备了颜料和笔刷。接下来呢，我们会在现场先播放一段音乐，这里呢也希望两位啊可以把在音乐听的整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感受作为创作的灵感，互相为对方创作一件潮流 T 恤。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向大家展示，潮流可以被看见，潮流可以被听见，音乐可以被看见。猜猜什么歌？两位可以边听边画。OK, great. 大家可能在下面的朋友看不见啊，我给大家现场解说一下。我们的 Steve 呢是率先选择了黑色的颜料，然后在他的 T 恤上面画下了第一笔。蔡徐坤同样也是黑色的第一笔哦，非常的默契。我们边听这首迷的歌曲，然后一边来激发两位对听音乐时候的感受，来作为这件 T 恤绘画时候的灵感。第二笔 Steve 选择了酒红色、深红棕色，而蔡徐坤是选择了藏青色，写了一个倒过来的 K， 蓝色，蓝色。所以蓝色是你比较喜欢的颜色吗？对对对，是的是的。从我这个角度所看到 Steve 的作品呢，颜色非常的丰富。你为什么不夸我的作品？我们下面的来宾朋友们、嘉宾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夸一下蔡徐坤的作品好吗？欢呼声。哦，已经完成了吗？ OK。 二位还要讨论一下。 OK。 Yeah。可以讲一下就是想要这样画的一个想法吗？对，其实我们刚刚在那个打台球的时候商量了一下。对对对，所以是比较默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我们一起翻过来给大家展示。好，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3, 2, 1, 3, 2, 1。这是一个倒过来的 K， 对吗？ Right。 然后我们的 Steve 是把 Fila 的标志画了一个对镜的镜像的这种形式。哇，非常棒。那么也是邀请两位可以给对方互赠你们的作品。谢谢。来看一下我们远方的摄影机位，一起合影留念一张。今天也是非常的荣幸啊，能够那么近距离的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两件潮流作品的诞生，也非常感谢两位刚才的精彩表达。那么
哇哦，咱们的工作人员来得很快。我刚想说，音乐不但可以被看到，还可以被品尝到。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叫做超感品味，将由 Steve 和蔡徐坤一起为大家带来超感派对的专属饮品。给，你喜欢什么味道？我觉得加一点点糖浆吧，甜一点。糖浆。这是什么？在这里友情提醒大家，你们入场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有一张入场券，摸摸还在不在包包里或者口袋里，一会儿非常有用哦。给，我觉得给哎 ，Steve 这边已经把这杯今晚的超感特调摇好，倒入杯中，哇，也是非常艳丽的颜色。哇，克莱因，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杯蝶豆花特调。那蔡徐坤要来完成接下来的步骤吗？撒入了一些流光粉末。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装饰品。我们边上还有一杯东西，要不要一起倒进去？加一点点。Yeah。Shake。你来 shake。哎，我们可以搅拌一下。哇，看到了没有，这杯特调已经变颜色了，从蓝色变成了偏紫色，而且当中还有鎏金粉末。怎么会想到这样去创作一杯特调？融合嘛，看到有就往里放。看到你们这一杯特调反而让我想起了旋律和灯光啊，这个配方非常的不错。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现场的福利时刻了，刚才是不是提醒大家找到你们入场券，大家入场券上都有一个号码，接下来呢就有请蔡徐坤为大家抽出一名幸运来宾，送上这杯二位的超感特调，现场品尝。想要吗？这个想让他抽多少号？等一下不要喝啊，因为我刚刚没洗手。就看看一看就好了，好吧。多少号？接下来这位幸运的朋友呢，他的第一位数是零啊，零筛掉了一批人。零有没有？有没有？第一位数是零，有啊有啊。第二位数是五，零五的朋友在哪里？举手给我们看一下。你们确定都买了票的哈？确定啊？七，五十七号。五十七号在吗？在的话，请举手示意我们。在不在？三，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可能要再换一张号码。在吗？五十七号。那没有的话，那再抽一张吧，我们再抽一张，可能五十七号不在现场，有吗？哦，有有有有有，请来到我们舞台的这一边，来到我的方向。他可能不太想喝。哦，没关系，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这杯特调送到您的手中的，可以拍张照啊，没关系。好了，那音乐跟潮流的结合呢，真的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了。声音除了可以变成图案在衣服上律动，同时也能设计成很多潮流单品。今天我们 Fila Fusion 也精心准备了一份潮流单品送给蔡徐坤，有请 Steve 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份礼物并赠送给蔡徐坤。是一条特别定制的项链哦 ，Steve，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的设计理念吗 ？Yeah，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launching show， 就是 Marcel Brun Fila Fusion 跨界合作的 launching show， 都是灵感来自于我们的音乐，还有 voice， 所以这次我们做的是，给坤一个声波项链。这次我们做的是蔡徐坤的声音的声波来做一个特制的项链，所以我们给蔡徐坤
谢谢，这个很用心，谢谢。这是一条特别定制的声波项链哦，非常用心。来，也请两位看一下我们远方的摄影机位合影留念。相信这款独特的项链在蔡徐坤的身上搭配起 Fila Fusion 和 Marcelo Bloom 的联名新品，肯定会锦上添花，非常的好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其实 Fila Fusion 和声音的缘分不止于此。一周之前呢 ，Fila Fusion 其实推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叫 Fusion Hub，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啊。上线不到一周呢，征集了20,000多条来自于 Fila Fusion 品牌的消费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也把这些声音称之为潮音制造。那么今天在活动的现场呢，我们将让蔡徐坤来抽出3名非常幸运的潮音制造者，让我们现场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我们第一位幸运儿，他的微信名字叫做 Aris， 一起让我们来聆听一下 Aris 发过来的潮音。哇，听说要公放语音耶，那作为蔡徐坤的歌迷朋友，我得证明一下自己。那张古早唱片存刻下你的容颜，我希望小蔡能够自由自在的做音乐，就像 Fila Fusion and Marcelo Bloom 传递的理念一样，无限自由，能看见音乐，听见潮流。可以简单的点评一下吗？因为我发现可能蔡徐坤的粉丝，你的支持者，他们的能力也不错，还可以在这个潮音当中清唱一段。刚刚唱的是，你们听清了吗？刚刚唱的是哪一首？没有听清啊，默片吗？我自己写的歌我都快听不出来了，真的是默片还是我觉得唱的不错。 What do you think？ 我觉得唱的很好，不错。是吧，那要不你唱给他们听一下。就是说下来再下一次。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抽取今天第二位幸运的潮音制造者。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位，他的微信名字叫做三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三影的声音。追随着你的光，我在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嗨，坤坤，我是你的爱坤，谢谢你用温柔和爱告诉我们陪伴的意义。逐梦的路上，我们一起静守己心，永不言弃。Fila Fusion and Marcelo Bloom， 坤 and 爱坤 forever， 我们永远爱你。哇哦，果然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有没有什么想对这一位朋友说的？为什么不唱歌呢？我觉得就是下次还是要带着清唱，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对，还是很感动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抽取今天第3名的幸运潮音制造者啦。三位，他的微信名字叫做静柔，我们一起听一下静柔发过来的声音。Hello， 蔡徐坤，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艾坤，未曾谋面的也终将会相遇，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相遇的。Fila Fusion and Marcelo Bloom。这是一段漂洋过海从马来西亚过来的声音。有什么想要对海外的朋友说的吗？我觉得他声音蛮好听的，希望能够有机会吧，去到那边跟你见面，然后唱歌给你听吧。哇哦，感谢蔡徐坤的点评。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现场的来宾朋友们，我们的 Fusion Hub 还会继续进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对蔡徐坤说的，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 Fusion Hub 的小程序，为蔡徐坤送上你的祝福。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潮音派对现场也是惊喜连连啊。那 Fila Fusion 也鼓励大家创造更多的无限自由，也特别精心准备了五份礼物送给在场的朋友们。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礼物拿上。蔡徐坤可以把这个非常精美的项链展示给我们台下的来宾朋友们看一下。我们准备了这样一共五条，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该干什么呢？摸摸自己口袋里的入场券在不在。好，那接下来就有请 Steve 和蔡徐坤为我们抽出五位幸运来宾。Steve 先请抽两位吧。Yep. 好，我们再换一个吧。对，我们抽这个方片纸。哦，我最喜欢的一个数字。幸运数字哦。给。第一个坤的礼物给009。009，九号在吗？可以举手示意我们的工作人员。哇，看到了，看到了，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他送上这份非常精美的礼品。九号。好，我们接着抽第二位。大家还有四次机会啊，可以说出你们想要的数字。81。81在吗？示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好。有，好好，我们再抽第三位。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找到那位戴帽子的小哥哥，应该81号是他。好，第三个幸运数字来喽，180号。180号在现场吗？先示意我们一下。好 ，Steve， 来第四个。被报到号码的幸运来宾可以来到我们舞台的这一侧，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这个项链。第四位，200，200。200，大家有的话可以举手示意一下我们。200号看起来没有哎，那我们再来一个吧。Yeah。208。208号有吗？也没有，那来蔡徐坤再读一个号码吧。100号。100号在现场吗？后面我看到了，有，来，请来到我们舞台的前方。那应该还有。OK 了。好，那我们这个环节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超感自由派对玩得开心啊，然后礼品也拿得开心。那最后呢，让我们有请 Fila 大中华区 CEO 姚总， Fila 品牌副总裁 George， Fila Fusion 品牌总监 Sherry， Fila Fusion 销售总监 Andy， Fila Fusion 商品总监 Alan 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谢谢。欢迎欢迎。所以 Steve 带着我们所有的来宾朋友，我们180度转个身，我们和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一起用这个自拍杆自拍合影留念一张好吗？然后一会儿我来喊321，大家跟我一起喊 Fila Fusion， 准备好了吗？321 Fila Fusion。好，我们再来一张，321 Fila Fusion。好，感谢大家，可以再转过身来。来，大家转过身来，我们再看向前方的摄影老师，再合影一张。大家要摆一个特殊的 pose。
一起来摆 pose， 三二一。好，那么在最后的最后，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香槟酒，也请我们台下，如果台下的来宾朋友你们手中有酒杯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举杯共饮，为今天这个夜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三二一 Cheers。 好，再次感谢各位领导，谢谢，谢谢各位领导，请移步场下，稍作休息。蔡徐坤，请留步，请留步，因为我们今天整场活动也是在线上直播和线下同时进行的。最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现场的来宾朋友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菲乐，也支持菲乐 Fusion 和 Marcella Bloom 的这一次联名款。希望你们多到店里面去玩，然后有机会可能会偶遇到我。对对对。好，再一次感谢蔡徐坤，最后跟大家一起说拜拜吧。拜拜拜拜。拜拜。好，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给到蔡徐坤，谢谢他的到来。看见音乐，听见潮流， Fila Fusion 的潮流理念不止于此，接下来让我们跨越音乐与潮流的边界，开启真正